琼斯杯女子组最后一场比赛，中华蓝与韩国的亚军之争，首节双方你来我往，蓝队靠着陈彦瑜快攻上篮得手，开局打出9-4的攻势，暂时领先。但韩国釜山队当家射手李昭喜很快跳出来稳定军心，简单挡拆搭配投进三分弹，首节就攻下12分，硬是把比分反超，带着21-20领先进入第二节。中华蓝重振旗鼓，陈梦欣妙传黄玲娟两分白进，还有犯规，30-32，持续紧要分差。但在那之后，韩国又是一阵猛攻，秦安在乱军中杀出，拿下分数，率领团队一波7-1的攻势，逐渐拉开分差。尽管陈维安篮下脚步硬吃，小仗加一直斜，半场15分贡献全队最高。但前两节打完，还是以38-46暂时落后8分。下半场开始，韩国队维持强度，秦安又是一次的篮下对抗，这阵斩获14分，依旧够水准。半场的战术特别设计给李昭喜，底线三分球稳稳命中。第三节韩国团队命中率高达59%，反观中华蓝只有40%，落后来到57-69，双位数的12分。决胜节陈彦瑜中距离跳投砍进，试图力挽狂澜。下一波快攻准确交给黄玲娟也没有问题，这战法拉利陈彦瑜有23分5助攻的出色表现，无奈韩国团队还是技高一筹，整场三分命中率来到40%以上，奠定胜机。中场韩国93-76击败中华蓝，拿下亚军，蓝队则以第3名坐收。 YT 台综合报道。